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台南看护区的 Gino。 那今天想跟大家介绍这间在安平建平七街上的房子，它是一间三房拼车的物件哦。那我们来看这间房子吧。首先可以看到，这是我们客厅的部分。那接下来是厨房。那我们看完厨房以后呢，我们继续走，往里面走。可以看到这一间是我们的主卧，那主卧的部分呢，它有两面的采光，所以算是非常的明亮以及通风哦。空间相当的大。那我们来看浴室吧。那可以看到浴室它是有开窗的，所以不用担心你浴室里面过度的潮湿哦。那这间是公用的卫浴，一样卫浴是有开窗的部分哦。那这是我们另外一间房间，一样是双面的采光。这间房子的优点就是每一间房间的采光以及通风都是相当的棒。那我们再往回看客厅的部分，再继续看阳台。它阳台非常的深以及大，可以让你掉非常多的衣物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下订阅以及分享哦。